把大姐纪晓雯私下搞笑的一面抛在网络上。纪晓雯、纪晓君和佳佳三姐妹拥有好感情。16日，大姐纪晓雯莎莎却在脸书写下2000多字控诉文，透露几年前妈妈生病，后来爸爸中风罹癌，都是她一人照顾。妈妈家自驾医院三边跑，累到连呼吸都觉得吃力，有过想结束生命的念头。妈妈住院得去照顾，要求纪晓君负责爸爸三餐，她却拒绝。而妈妈过世当天，要纪晓君拿东西去医院，纪晓君说她累想睡觉，拒绝。后来家人陆续赶到后，她竟然满身酒味的来，让家人傻眼。妈妈在2016年过世后，纪莎莎继续全责照顾中风的爸爸，要求妹妹们分担开销。佳佳负责爸爸房租10000元，纪晓君负责管罐跟尿片5000元。但是提到分担话题，纪晓君却说大姐是威胁。纪莎莎直言，在小君身上看到的只有虚伪。虽然也曾气小妹佳佳拒绝爸爸赞助，但至少现在还有小妹可以沟通讨论。言下之意，对纪晓君的不满更甚。奇怪的是，纪晓君15日晚间才发文表示想妈妈，说看到某艺人跟妈妈的互动，默默的流泪，自己再没有机会，妈妈很想你。大姐9小时后就发千字文指控二妹。对此，纪晓君在脸书发文表示谢谢大家关心。助理则回应，大姐文字叙述是没有情绪起伏的，纪晓君对家人的照顾一向都很大方。佳佳所属相信音乐则说，佳佳有本难念的经，感谢关心，但也让纪晓君这篇思母文看来格外讽刺。 TVBS 新闻张志勤、刘雨清台北综合报道。网上看新闻请下载 TVBS APP 或直接按订阅 TVBS 新闻频道。